马路上穿着漫威上衣的光头男子对着黑衣驾驶一记抬脚狠踹，丝毫不留情面。嘿，笑脸要去我的一个双面人，啊，一直改过。啊，我看到就转迄个男人，有来家啊，就老火啊，我来报警。踢完还不够，光头男子双手叉腰直指驾驶，又是一阵叫骂，才转头离去，还不忘回头怒瞪。用的保证对啊，他就下来他就哇，这样子，他打过来对面哦，从那边打到对面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，让这名骑脚踏车的光头男子如此愤怒，在距离派出所不到100公尺的三民路上当街动手动脚？驾驶在车道上面，发现前方有辆。计程那个脚踏车行驶在快车道，所以他都免打巴士警，因而引发行车纠纷。不满被按喇叭，光头男子好生气，就这样徒手追打。事后有网友将影片po网，不料引发歪楼。光头男戴墨镜、穿漫威 T 恤的模样，被网友哭诉漫威英雄电影，直指明年的复仇者联盟一定有他。还有人更妙，说他像力王内的典狱长。另外还有这个人物。电影内的火云邪神，不论动作造型，都与这名光头男子相似度破表。不过玩笑归玩笑，光头男子因为一记喇叭，当街上演全武行，还是做了最坏示范。记者林元斌、张景成台中采访报道。